先叫声大殿，欢迎墨池。来，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打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墨池，谢谢。帅不帅？来，你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啊，让他们好好的给你拍这个。我是听说过的，听说过这个昵称。对对对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比较爱举铁吧，我比较爱锻炼，所以说给了我这么一个称号，谢谢。哦，爱举铁的原因啊，可以看出牧池的身材是非常棒。是的啊，那其实也正如我们肌肤焕新专家啊。小红书。